许晶晶不在这两天哈、喔，真的是赚到爆炸，赚到不知道该怎么样形容、喔、那么晶晶啊，你应该有在看节目哈。那、喔、你既然在越南，那你就在那边当越南妹好了，不要回来好了哈、喔。那今天我们节目呢，反正没有晶晶在嘛，因为她们女生还要梳妆化妆。那么我们就多了五分钟时间呢，看是要唱歌呢，歌唱比赛。哎、欸，歌唱比赛也不错啊。我今天呢要来节目之前，因为我还是老外军哦。喔 我盘中我不可能去看任何的盘中连线节目，你你相信我啦？你看盘中的连线节目，除了我的节目能看之外，其他都不要看哦。那如果说真的能够赚到钱，I'm sorry，我的错。可是如果说你看盘中的连线节目赚不到钱，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看。那不要看，老师啊，盘中很无聊、很安静的，很怕晚上遇到鬼怎么办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听歌嘛。我今天不听李千娜，李千娜，我的偶像哎、欸。 可是他演唱部也是，这是女生的 key 啦，唱男生唱很奇怪哦。那哒哒哒哒哒，成<歌>长慢慢放下。 哦，这首歌是献给呢，今天不断诶不断阵亡的空军弟兄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医学呢要讨论什么？刚刚 Bob 说呢，来讲射户线。可是我发现说呢，我们的这个频道的呃人应该都是属于比较年轻的，所以讲射户线好像没有什么多大意义。不过呢，射户线呢就跟鬼一模一样哦，等于说呢，五十岁以上好了，既然讲就讲了，五十岁以上的人的都诶罹患射户线肥大的几率高达将近有五成。那射户线肥大不？ 等于射护腺癌，这是不相哎，这是不相关的。所以说呢，你大部分的时间的话，像我五十几岁的话呢，而且我有家族史的话，因为我爸爸有射护腺癌嘛，那么所以说呢，我大概每两年我就要做一次 PSA 的 PSA 的指数检验。那么在做 PSA 指数检验之前呢，我曾经被人家触诊过。哎，你们知道触诊多恐怖不？你知道多恐怖吗？那时候没有第一次去，然后去的时候，医生说趴着。 敢趴着干嘛？趴着趴着，吼，要地震吗？不是趴着，然后然后屁屁股哎裤裤子裤子脱下来，然后你就看到医生哈，很快就戴完手套，戴完手套就从你的肛门给刺进去，你知道吗？Oh my god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他刺肛门的，那种感觉超级他妈的无敌奇怪的。然后摸一摸摸一摸之后，出来说嗯好良性，好良性之后呢，又做那个尿动力测试。那尿动力测试做完就说啊，你要卸完了我建议因为那个荣总的医生呢、那个、姓吴啦。 我呃那个泌泌尿科的，反正我坦坦白的，医生我都认识了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谢文呐、啊，你哎要不要做一下射物肥大的手术？”我的天呐！ 那我说，做做完射后肥大手术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？你不会想到好吗你在想哦，尿尿会比较顺。他说呢，有可能的话，逆行性射精，等于说呢，我们正常在射精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往前射。可是如果说你射后腺肥大的话呢，你很很可能你射精的时候，哎、欸，波波会太入骨，不会哈、哦，会往膀胱射，然后随着尿道排出来，或者是阳痿。看男生听到阳痿谁要做啊？没要做的，好不好？就后来呢？ 然后没有啦，有好有坏啦。然后后来我要去万方医院问嘛，因为等于说，如果是要进行这种比较有关于男生面子的手术，哈，会变成太监的手术之前的话，当然还要多询问嘛。然后呢，万方医院医生说呢，嗯、呃，算着啦，算着啦，吃药吃药能够解决的话就吃药，可是吃药它的副作用的话呢，如果说你有高血压的话，射物腺肥大的药的话，它会帮助你的血压会做一些调降。 所以说，基本上的话呢，我是建议大家啦，尤其呢是怎么样导致肾物腺肥大，当然是跟三高有绝对关系，还有抽烟、哦、抽烟永远都是所有病灶的危险因子。每次呢，我跟人家讲这句话的话呢，没跟那个人都说谢老谢老师啊，从你嘴巴讲出来哈、哦，一点都不可爱，一点都不诚心，干你烟瘾这么样的大，你就要戒，真的啦，大家拜托拜托，大家真的一定要戒，一定要戒烟哦。 那么好，那如果说呢，你也没办法戒烟，然后你、你、你呢，因为做指数期货改得你人生非常紧张，非常的累，那我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好了，多摄取茄红素。茄红素呢，它可以一次把两件事情给干掉，一个叫做射护腺肥大的一个问题，一个把让你的肺癌的几率降低。好、哦，那什么叫茄红素？茄红素的话呢，你们最有名，你就知道就是番茄嘛，还有包括西瓜。 包括南瓜都是一模一样。那不过这边话，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哦。哎、欸，西瓜这一种东西的话，当然可以多吃。而且如果说你连西瓜皮都能够吃，那是好事，因为西瓜皮里面的话有西瓜皮胺，那是对身体的话可以消水肿、利尿。好、哦，西瓜皮也是可以消水。看，看看我们提早了五分钟讲这个、哦。<laughs> 你还倒不着？<laughs> 那。 可是问题呢？如果说你有糖尿病的话呢？嗯，当然尽量少摄取。来，Bobo 第一张图卡好，开始了。呃，又是非常快乐赚翻的一天。来，我先给大家一样看东西哦。你记不记得哈？ 昨天我们台指期货我们卖在最高的一个所谓高点，因为昨天十点多的时候，大盘主力心态由多转空。好，记啊记得哈。结果呢，这是下午三点三十八分，我照给会员的夜水主力心态主线哦。当时 PM 盘已经开了嘛，这五分钟线。好，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多，好，标标准的多。所以是为什么你可以发现呢？昨天 AM 盘下杀，可是昨天的一个所谓 PM 盘。 推荐盘主力心态全部都是一个标标准,準的多，所以说收在一个所谓最高的高点。好，开始喽。今天早上一开盘的那一瞬间，来在八点四十八分的时候，我传给我的一个所谓会员，大盘的主力心态还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所谓多。可是我问你哦，今天大盘主力心态多，它有直接垂直往上拉吗？不是哦，它是先往下急杀。为什么？好，你要下载我的软体，有用主力心态。来,來，我讲一个故事哦，三零三五的智源。 主力做手，他从三百八十几块钱就一路放空，一路被放空，被嘎到四百三十八块。他等于说主力做手呢，他先被嘎了，他先被嘎了将近有三十八块钱。那问题，主力做手如果报到今天，你一档资源的空单，你可以赚二十亿，你可以赚三十亿。我请问各位，要不要报？ 涨爆嘛！我宁愿先被嘎三十八块钱，之后我大获全胜。那同样就主力没有主力心态，其实他有他的黎明开始，很多笑是啊，今天早上好，你在九八点四十八万预告主力现在多，然后你告诉我们呢，六四零到六二二做多，六四零到六二做多，哎、欸，真的有来哎、欸，哇，大赚赚翻了，赚一百六十几点哎、欸！可是老师啊，啊，问题为什么主力心态多，他先往下杀这一刀？呃，这个我还是老话一句哈。 主力做手百分之九十的时间，它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跟随方向。可是，如果当你看到这一刀往下急杀的时候，你跑去放空，很抱歉，今天一天时间你就听到李千娜的歌声了，因为你断头了。好，跳快点哦。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？两个非常简单的原因。我问你哦。 我为什么舍去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四百多万的 YouTube 广告费用？因为有关于广告这件事情哦，我不堪其扰。还有电视啊，你可以发现呢，如果说你有在看收看电视节目，不管包括东升啊，不管包括非凡商业台啊、运通财经台啊，老师的流动率非常大。为什么非常大？因为做不起来，做不起来吗你做得起来干嘛换节目？你懂为什么做不起来？那么做不起来，第二个原因呢？ 我觉得啦，一般投顾老师呢，我最我觉得我最堵拦他们的地方在哪里？只负责招收新会员，那、啊、旧会员呢放水流？你是他妈的，你把旧会员当什么？当猫哦？我们以前说嘛啊，猫屎掉树上，狗屎放水流。你把会员当狗、哦，基本上你们要想办法成长啊。 你不能跟我讲说今天台指期货拉尾盘收最高，早知道我不要去放空。那问题为什么早上杀那一刀你跑去放空？因为很简单，你的软体那些没有出席的破铜烂铁软体影响放空。可是你要了解，主力做手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，他一天就只会会有一个非常简单方向。好，我们现在恭喜哦，你上个礼拜办好入位手续的，麻烦帮我作证，我们这一个礼拜又是全胜。 这礼拜一千点很简单的，来开始证明喽。呃，这个台阶就不用讲了。好，礼拜几、啊？礼拜哦，礼拜二我没出错，礼拜一我们出，哎，做多大赚。礼拜主力心态空，我没出错，还记入一得？可是礼拜的那一天，我很清楚跟你预告，OTC 指数该跌不跌，所以说又碰到礼拜三，也就五月八号礼拜三那天，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剁。多 所以说我们全力做多，全力做多，全力做多。所以说这样子，礼拜三的时候很轻松，高达将近有三百点。结果礼拜三呢，一根红 K 棒，每一个投顾老师跟你讲说，这一个行情要喷了。就果我在节目当中，我很清楚跟你预告，最好开低来再变哦。基本上先了解我的逻辑，就让我预告完之后，礼拜三的批 m 盘还真的让我买在最低的夜水低点。 那为什么礼拜三的 PM 牌要杀这一刀？因为很简单，主力心太空，而且而且它符合谢老师所讲的 all beta open low 开低就会走高。那既然开低就会走高，代表开高它一定要先走低。结果呢，这样子买完之后，短短十分钟之内，我又帮我会员赚两百点。好，那很多人说小事，欸、他从来没做过期货。来，我举个例子哦。 我们买在六一八六一八嘛，二零六一八，你把它当做是股票好了，二零六，你把你一档股票好，你买在二零六一八，当时在两点四九分，我就已经发过群了。这也再次证明一件事情，我拜托大家，你们真的不要看盘了、啊，看盘真的不可能赚钱。看盘，你看到这个急杀，你敢买吗？看盘，你看到今天三七零八上尾投控二三八的广达，你敢买吗？不敢，因为你认为跌停，涨的时候你认为要涨停，跌的时候你认为要跌停。 可是我们都是做好非常长线的规划。再比喻哦，很多人说期货不会做，我告诉你哦，为什么？我说你们一定要会期货，因为我问你哦，今天台子期货为什么尾盘一直喷？因为金融股，因为台积电。你做台子期货，等同于你有金融股，你有航运类股，你有台积电，全部都有。 所以说，老师，我不懂怎么做啊？好，来看清楚哦。我们在呢两点四十九分的时候，很清楚的告诉会员六四八豆点六一八做多。好，你就把它当做是股票好了。好，股票呢，我今天呢，我挂六一八要买，结果呢，结果呢，最低的低点六一四，代表你是穿价成交，样听懂哦。你挂六一八买，最低六一四，就代表你穿价成交。就穿价成交之后，穿成交短短二十分钟之内，它涨到七一八。 所以从你买在六一八涨到七一八，你是赚了一百块钱。对我现在用股票讲哦，赚一百块钱。只是在一百块钱呢，他有给你福利哦，因为一点两百块钱，一点哎一哎一百块再乘以两百，不管的、啊、就乘以两百，所以你赚两万块。可是你的成本呐、啊，兄弟姐妹们呐、啊，只要二十万哎，我两万块赚二十万，我很轻松，很轻松，在三十分钟之内我赚了十趴耶。 你一年定存利率才一点五七趴，好，还没完哦，还没完哦，来来来，这是主力现在吧，昨天主力在先多后空，先多后空，可是昨天的先多后空，我们就已经活生生又带会员做了三趟，光昨天我们要赚了三百多点，没错吧？甚至于昨天呢，昨天呢，我们还卖在一个谁相对高的一个谁位置，好，那开始喽。 那么昨天呢，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我说 OTC 指数出现惯性改变，No good，好，No good，No good，这是我讲的。可是我讲完的过程当中，我请问各位，我比较大还是主力比较大？当然是我比较大，主力只是我的跟班而已，因为全宇宙有主力心态的就只有我。好，我再讲强调内容。 n o good，其实呢，就代表说，除了 OTC 指数跌破多方防守之外，更重要代表收盘它是小于一个所谓的关键价。学起来，按赞，而且要分享。好，来开始喽。那么呢，你刚才所看到的，哎，昨天三点三九分，我很清楚跟会员这样杀下的时候，我很清楚跟他预告主力现在多、哦。今天早上，今天早上八点四十八九分，我也预告主力现在多，有看到哈、哦？那我也预告呢，六四零到六二做多，好看清楚哦。 为什么杀这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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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昨天的收盘是小于关键价，可是呢，可是呢，在八点四十八分的时候，我已经告诉我的会员六四零到六二做多。好，来再一遍哦。很多人说小失，我还在考虑，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。 是真的吗？因为呢，我们今天哈、哦，我举个例子好了。我那天我跟你讲过吧，我被蜜蜂蛰到，哦，我这一生第一次被蜜蜂蛰到，他妈的超痛的。因为你知道我也做山嘛，然后要采番茄，结果我手伸进去，我你哪知道蜜蜂啊？蜜蜂是在叶子上面的，叶子上面的有蜂巢的小小一颗。我想说，没有你正常的。 概念你不会认为叶子上面有蜂巢，是后来我 Google 才知道有有一种蜜蜂，它在叶子上面筑巢。那么我我更没看到蜜蜂，我的手看到番茄我去摘，就马上抽出来，它妈的超痛的哦。那下场部分我好像之前跟大家报过，那 I'm sorry I'm sorry，没有没有，我可以喷杀虫剂，可是我喷杀虫剂，我的番茄就完了，我也不敢吃了。好，以后我都再也不敢吃那番茄了。好，问你哦，很多人哈一招被，所以说我现在看到蜜蜂会跑怕，你知道吗？ 就像许先生、王妈妈、李太太都问谢宏师：“你真的有这么准吗？”呃，你们之前有参加过投顾老师吧？那么投顾老师呢？我讲坦白的，我不，我不可能，我这一生不可能去看投顾节目，因为如果说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像我这么会预测的，麻烦介绍给我啊、呃，我直接参加他就好了，我再直接参加他他就好了，我什么事都不用做？可是事实上呢，因为带香投靠有很多的投资朋友。 然后呢，所有投顾老师讯息全部都丢给我，呃、啊，结果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哦。如果你敢跟投顾老师对做，你赚翻了耶！就好像这一波，这一波银建那股，你知道有多少投顾老师买在天花板吗？全部死光光，全部死光光。就好像这一波的 AI 的股票，你知道有多少投顾老师广达买在天花板吗？就好像这一波三七零八上尾投货，你知道有投顾老师一根长红 K 棒，隔天开跳开高跳进买死掉。好，那我还是维持我的重生的、啊 呃，如果哈、哦、你看到的讯息，好，譬如说，譬如譬如啊，譬如譬如啊，譬如啦，这个是涨上来之后我才发扣讯啊，我才发 Q 讯啊，然后跟跟你讲说，我买最低，好，我卖最高，我讲讲白了，我投多些给你当底做，你所看到的 anyway 讯有任何不一样的，这样构成性的吧？我投多些给你当底做，好，来哦。 台子旗六四二到六三个，六四二到六三个做多做多，这样子一百六十点嘛，六四二到六三个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，这什么东西？来，我们再把这放大一下哈、哦，来，杨明奇倍数获利五十七，57, 豆点五十六点四，4, 豆点五十五点三，3, 分批加码，好来来来拉拉拉上来，五十七，五，来, 57, 5, 来把一六五拉掉，一六五拉掉，五十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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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知道今天？ 什么叫做利本万利？你知道今天光阳明期货，我又赚了四十趴了，一百六十五点，这一个礼拜一千点，那代表什么意思？你二十万的资金，我又多帮你赚了二十万了。你借有主力心态，你两年的时间，二十万的资金要变成一千六百。 万，不是亿，也不是马来西亚货币，更不是印尼盾。你只要拥有主力心态，所有的好梦都在你的眼前。再看一遍哦。这个杀下来的时候，不是所有投部老师告诉你空单大赚吗？啊，结果呢，涨上来又变多单大赚吗？好，来再讲一遍哦。没有，还不相信吗？我来再讲一遍哦。 如果我有带会员今天去放空，一样嘛，一样，讯息这么简单，讯息就这么简单，就这麼,么简单，打台子安全打法，六四二到六三二做多，六四到六三二做多，结果降一百六十点，我头都交给张宇做，解牌不用解了这没什么好解的，说完大一期，好，说完大一期，好，说完大一期啊、哦，说完大一期，所以说，如果礼拜一有震荡回撤的机会，不过哦，我还是先把丑话讲清楚，最近外资都变来变去，为什么？ 因为外资也发现了，Fed 菲幅 Index 一直涨，可是台湾就是不会涨，很奇怪。好清楚哦，反正这个价格不要破了。这个价格哈、哦，只要 Fed 菲幅 Index 来来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，再看遍再看一遍哦。你今天早上起床，Fed 菲幅 Index 有破吗？没破，没破。好，来再一遍哦。Fed 菲幅 Index 这个价格不要破哦，不要破。只要破，不管你是要做多还是放空，礼拜一都不要做。老师，啊破当然要放空啊，错。 今天收盘在 AC，收盘在 AC，告诉你最烂的状况就是盘整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啊，你看到急杀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我举例啊，好，假设的，假设礼拜一被大家破，然后往下急杀，好，跑一放空，就他拉上去，拉上去干，他要走礼拜二的模式杀下去，他就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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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好，你可以选择不要做，因为我现在看不到礼拜的主力心态，所以说我没办法给你回答。好，反正最烂状况就盘整，所以说还是老话句的，当你有了主力心态。 就好像、哦、就好像、哦、你今天上战场，放空的人啊，放空的放放空的头部老师跟投资朋友，还在拿那个弹弓啊，还要拿弹弓要跟你打，你是拿机关枪哎、欸，你认为你打打不赢吗？所以说，真的，一天只要一个鸡鸡腿便当，你下定决心跟我操作就对了。好。 这件事情哈、哦，是呃，要不要学哈、哦来来来？来来，顺便顺便来来顺便学一下哈、哦。基本上哈、哦，我们现在的话，自由配一家升级放大版专案呢，不管包括软体，不管包括课程，哎，我拜托大家哈、哦，你不要太贪心。有人说他要软体，他要课程，他要扣训呃，我们公司是有它的营运成本的，而且主力心态的软体，我说过的，它的成本非常非常高。可是课程你为什么要带回去？来，再举个例子哦。我们今天呢、哦，我我简讲简单的哈、哦。 阳明期货五十七、五十六点四、五十五点三，分批加码。这个打叉叉没中，这个打叉叉没中，五十七块中。好，五七块中，五七块中。刚刚有看到五七块，五七块来这边，在这边五七块，五七块中。这个叫做盘中的多空转换技巧。你只要上过我的硬水课程，你算不出来，你亲自打电话给我，我亲自教你，我亲自教你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我亲自教你哦，这样就赚四成哦。好，来这件事情哦，为什么要学？ 因为当你学完了主力心态之后，你不会因为三零三五的资源再改遍哦四百块钱，四百块钱，我就跟你预告主力在放空，我就跟你预告主力就是在放空，只有资源一，资、哎、源后来破底之前，我还是跟你预告人家主力在放空。所以包括三六六的四星更好笑了，昨天很多投部老师看到四星拉尾盘，好就说四星要涨了，结果今天四星又往下急杀。再讲，再讲一下股票，来来来来。来 美国撤销华为供应晶片许可，威盛在路售哎、欸、布局处理器受会，来看清楚哦，看清楚哦，威盛，我主力心态从一百八十块就是主力心态全部在放空，全在放空。我再一次跟大家报告哈、哦，来来来来来，美撤销华为供应晶片许可，美国跟中国大陆是完真的，为了选票。那我再跟你报告一遍哦。 有些 IC 设计 IP 系制裁，Bobo 你知道吗？从五百多块钱已经跟一五零三四店死亡交叉了。我昨夜跟大家讲得很清楚，我说如果你不要跟我操作，你跟我操作，你今天赚到阳明，你今天赚到三七零八上尾口二三八的广达，你赚翻了。如果说好，老师我决定退出股市，我给你一个建议。 你把 I P 全部砍掉，换成电力的股票。我这样讲的够慢的吧？讲第二天哦，第二天哦，第二天哦。我告诉你哦，不要说我内线啦，我在讲这件事情，很多 I P 的股票是从二十八块钱涨到五百多块钱，五百多块钱跌破三百块钱，接下来会跌破两百，接下来你会发现他们的 E P S。 从正的变负的，从正的变负的，代表他一毛钱都不会配，很快就会回到二十八块钱了，很快速就会回到二十八块钱。我是华信投顾总经理谢文，我们今年年底来拭目以待。你当时说呢？我从五百多万变成二十八万，你没有感觉，那你就不要卖，反正我是富二代。 可是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反败为胜，你要找谁来看清楚哦？全宇宙谁懂得资金的流向？好，我请问各位，今天八九三六国统跌停，干我屁事啊？ 关我屁事！我是买在五十四块二，我是买在六十五块三，所以国统两笔多单我赚了一倍。一五零三的夜水四店应该没人想看的吧？一百四十四块钱也跟你们预告，一百二七开始买，一百四四预告完之后真的往下杀。就四店呢，我们获利也是高达将近五百块钱，也赚了四点七倍，甚至包括一五一三的夜水中心店，我们也是买在一百二十七块钱，我都完全没盖牌哦。结果呢，中心店我们也是赚了四点的八倍，甚至。 所以呢，一直到一五零三四店、一五一三中心店、一五零四的叶随东元，东元当时是买在四十八块钱，乃至于一六零九的叶随大雅，对不对？大雅我们买十六块钱，所所以说每一档股又大赚。好，结果前天精彩哦！前天电力股票一根红 K 棒，所有的投顾老师又出来了，跟你讲说呢，你要操作电力股的要来找你，因为电力股是五二零概念股。 那昨天你们也看到传播带的，我在前天节目许晶晶还在的时候，我们讲说你要买电力，你倒不去给我买三七零八上尾投控，有讲吧？有讲吧？好，来，等下再一起来啊、哦，一起来，来二六零九的一个说杨明哈，哎、欸，日子过得好快哦。 四月二十六号，我在里面太乐观，所以说你们要加入。好，不管包括 PRO 一零一八，还有 Light 小老鼠 PRO 一零一，我都有跟你们预告，我买进二六零九的阳明，这叫做标标准,准准股票不用遮，不止股票不用遮，连阳明的多空防守价五十一点四九，我都在节目当中，我免费跟大家预告。 好，别人跟大家预告，就果又命中了。最近来到这一个礼拜，我还告诉你，不管包括红海期货，不管包括阳明期货，即使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空，我还告诉你，我持续加码买二六零九的阳明。好，上个礼拜还在买阳明。好，来看清楚我，看清楚我、哦，看清楚我、哦哦。阳明呢？ 我现在我现在先不算加码单哦，我先算基本单，来再倒袋倒袋倒袋倒倒倒倒袋倒袋，四十八块九嘛，四十八块九四十八块九四十八块九四十八九，好四十八九四十八九随便啊随便随便怎么算，好四八九好我算四八九四八九四八九，来看清我，四十八点九到五月九号我们赚的到五十六块钱，所以说杨明呢我们的成本一样不变哦，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九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九，可是呢当时我们的获利来五十六块钱的时候，我们获利是一万四。 1> 那一万四除以一万三，我们赚了一百一十一趴。你知道杨明奇货，我赚三倍了耶！我是上上个礼拜、上礼拜，我买买完之后，反正阳明中股票，你们瞧不起嘛？你的投顾老师喜欢去带你买小资的股票，对不对？呃，有很多哎，代乡投靠的他们太多，我连代号我都背不出来，怎么小资的股票哎？ 我做的股票来再看一遍哦。除了八九三六国统，我认为它是小资之外，我请问各位：一五零三四店、一五一三中心店、一六零九大雅，还有来到二六零九阳明，还有来到二三一七红海，每一档股票都是名门正派，这样讲没错吧？好，来哦，买在四十八点九，结果呢？我们在这个礼拜先赚了一百一十一趴，还没完哦，还没完哦，买在四十八点九的，到今天已经来到六十点六了 六十点六，五十六，六十点六，我们获利变成两万三千八百块钱，再除以我们的成本一万三千一百十九，我的获利已经两倍了。我加上一点点加码单，一点点加码单，来，今天赚四成嘛？今天赚四十八，今天这样赚四十八，这样赚四十八，买在五十七块钱就算四十八，有没有差一天？有没有差很多？好，再来一遍。 当时呢，零零九一、零零九四零成分股出来的时候，它里面的首选是二六零三长隆。那时候有一个呢，自己号称是网红的，他说他妈的烂 ETF 怎么会选择二六零三长隆？你记不记得？怎么会选择二六零三长隆？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，基本上黑猫、白猫再一遍，你不会做期货的，你打电话来，我们教你大会。 今天期货从这边拉上来，我手中有中信金，有也也也也那个你过看一看过往二三一红海，二六一的阳明，我全包全包，我全部都包，所以这是为什么？没有你说老师台积电好贵哦，那你做期货嘛，做期货啊，这样很简单，就很简单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第二第二来来继续用、哦。这个是二三一红海，红海好，红海一百一开始买一百一，然后一百三，一百三，然后一百六十一，所以包括二八九一中信金。那我请问各位。 今天早上红海有没有利空？有什么利空？什么利空？川普，然后红海、富士康、I don't care，我只看主力心态。来，红海我们也赚了七九趴，也算七九趴，七九趴。来来来来，还看多人难哈？老师，我不习惯哈，我还不敢，不太敢用期货。来，没关系，做股票来来，二三七红海，二三七红海，获利七十二万四千零八九。 您不知道在看对账单吗？您不知道看对账单吗？很快就一倍了、啊。你們不知道看对账单吗？从一百零二、一百一十、一百三十一路买。我买股票的方式就是标准这样，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跌破多方的防守价。好，再再给大家讲个笑话。今天非凡吼、哦，他本来不上这字卡。他、哦、说：“谢老师，没有啦，大家都很熟了。”沙小，这什么东西？空头加油，OK？<laughs> 空头加油什么意思啦？谢老师，空头加油。 薛老师，空投加油什么意思啦？<laughs> 你们每天哦，这礼拜你们只要这礼拜哈，你只要看非凡。我每天只介绍两张股票，一档叫二三七红海，一档叫二六零九阳明。然后礼拜还有介绍二八九一中信金。然后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空投加油，意思就说哈，空投哈，你带总一点，你今天让它破一六七，我红海就全走，我红海就全走，我红海就全走。 哦，包括这个买在一百零二块，一百零二块赚七十几万的就会全走，所以说我给空头加油啊，空头加油啊！啊，今天红海不要往下杀，给他死啊，不死就换你死。Sorry，好来，三七零八上海投控啊，上海投控，呃、上尾投控我们获利一倍哈。哎、欸，我机票真的太多了，而且我都没盖牌啊。来来，我直接我直接跳结论，哎、呃，直接跳结论，跳跳跳结论，跳结论，来,來跳结论，然后升跳结论，来来看这个看这个这个比较经典，来来来，抱抱来, o, 來欣赏吧欣赏吧,吧，今天是五月十号哈。 今天呢，我们阳明期货活生生赚了四十趴，然后呢，来这通扣讯跟我读一遍哦，还是老外去打，反正你只要看到正式的扣讯跟你的不一样哦，比如说呢，哦这边二三八广达老师是写二七零，不是二六七，好、哦、时间，哦，是回家照本比亚火车跑了嘛，火车跑了，然后内裤穿了才去追火车的，我头多少钱给当你当自己做？ 买不到，我随便你看清楚哦。九点三十分，九点三十分，三七零八上尾投控好一五零豆点豆点哦，一四七买回二三八广达利用急刹二六七多二六七多好来當，当时广达上买啊买，老师为什么买广达？哎、欸，要讲基本面，好讲一下，讲一下，讲下，讲一下。你们都知道哈、哦，现在 NVIDIA 的伺服器它拆成两块，一个是旧版的，一个是新版的。那么旧版呢，它有一个问题在哪里？ 我问你哦，你今天哈、哦，除非你很欠那一笔钱，新款一定会比旧款来的贵。 不然你会买新款的汽车，你不会买旧款汽车。好，我讲坦白的，就像宾士呢，宾士呢，G，呃、欸、，G，好 L A，好了，G L A，你会买新款的，你不会买旧款的。我这样讲对吧？那在所以说我没有我基本面的分析都很简单。就像我在跟你分析上尾投控的时候，我已去跟你强调，我说目前为什么前天我跟大家报告，我说我你要去买上尾投控，不要去买什么什么市电中心电啊那些啊，因为本益比太高。我这样讲没错吧？没错吧？没错。那所以说呢？ 所以说呢，如果说你单纯就新款的一个水角度来看的话，新款谁在做？二三一七红海，还有二三八的广达。旧款谁在做？三二三一尾创，这样懂我意思吧？是不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样懂哦，全都全都解开了，全部解开了，全都解开,开,开了。好，所以说呢，广达我没买，广达买，利用几张买，利用几张买。然后呢，这上尾投控，上尾投控，哎，不能买最低的，因为今天上尾投控最低是一四八吧，一四八，一四七没中，一四七没中，只有两张股票都拉尾盘，都拉尾盘。 你昨天办好入位手续的，先恭喜你！你光二六零九姚明赚了四成，光台子期货一百六十五点，光二三八二的广达买最低，然后二、欸、然后然后三七零八上尾投控也买最低。那我有没资有格在一边唱李千娜的歌？这样子你们还不按赞分享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、欸。那问题为什么上尾投控我一直买？因为很简单，它的主力心态都是多，可是呢没有。 因为很多人说谢老师，那我不用参加会员啊，反正我看你我看你节目就好了。好啊，来来来我停在这边。来来来，这一天你敢买吗？你不买你怎么赚七块五？今天的上尾投控急杀，你敢买吗？广达急杀，你敢买吗？你不买怎么赚得到拉尾盘？谢老师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不想这么累。为了庆祝呢，许晶晶呢，她去越南洽工哦，洽工，所以说下次可以看到许晶晶越南的节目哦。 我今天给大家、啊、没有啦，现在要找那种本益比很低的，真的很少。如果说我们单纯就 EPS 的 EPS 跟那个哎 P 除以一的话呢，目前本益比最低的还是二三一七的红海，还有三七零八上尾投控，还有包括二八九一中心金。那你说老师这些股票我都没兴趣耶。来，我再给大家我找一张股票哦。首首先哈，你的 IP 先换掉，先换掉，先换掉，先换掉。换掉呃。 二六零九阳明，它大涨的模式，那是因为我之前跟大家报告过了，红海变成死海，所以说航运类股乃至于 B D I，它很容易变成独占的一个所谓市场？好，因为没有人嘛，没有。 等于说，我今天我的航班本来是礼拜天要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到上海去，可是我既然礼拜天船没来，下个礼拜天也没来，下个月也没来，因为船都在绕好望角绕来绕去，对不对？甚至巴拿马运河，我之前跟大报告过，要可以可以可开划船哦。所以说，这是为什么航运内股一直喷最主要的原因。 可是 I P 你要小心哦，你手中有 I P 的，我建议你换。那我不叫你追行业内股了，你没有我扣去，你不要行业内股，你就你就直接试价买什么，试价买什么中心店视店呐，那都会涨啦。那如果不要呢？我再给你一张股票，这研究报告给你，我真的给你，股价净值比只有两倍，广达的股价净值比是五点八二倍，那再怎么白吃的也会选两倍嘛。 有些哎，这是我要开始买了，这是我开始买了。那四月份营收衰小衰退呢，最主要的原因，可是 YY 成长嘛，最主要原因是产品组合调整。那你说产品组合的一个所谓调整，还有它在这一个产业到底要怎么判断？你就去看它的毛利率，还有营业率、中间差额。如果我今天你你。你 你去看 I P 好了，干那个营业利率是衰耶、欸，所以 I P 公司以后一千多块钱的 E P S 变负的很正常，一变负的股价跌到二十块钱我都嫌贵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毛利、这个营业利润率都大成长，所以说它是寡占企业。然后目前本益比呢，大概跟红海差不多，十二倍左右。那我还是老话一句，我不跟 I P 比较，因为 I P 的本益比大概做六十倍左右。 如果涨到二十倍本一比，应该一个月要赚八成，很简单。提示一，sorry，他没有股息，好，他没有股息、哦。提示二，他不是电子股。好、哦，我讲的很慢哦，我完全都没有结巴哦。你想要索取之前，先想看。 我在节目当中，我免费预告的，包括二八九一的中信金也在喷哦，也在喷哦、喔。二六零九的阳明啊，你的那群白痴老师，大只股票不会做，只会做小只的，然后每天的劈破菜的，我欢迎你带将投靠。那么你想要索取这一档股票的研究报告，我们电话在右下角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。88, 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，下期愉快，各位再见。